Hello，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小灯塔学堂，让知识陪我们去远航。我是青蛙老师。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看到大将军廉颇和相国蔺相如握手言和，成为了好朋友，一起把赵国变得很强大。但几十年后，蔺相如去世了，廉颇也慢慢变老，身体非常虚弱。这个时候，早就想要占领赵国的秦王坐不住了，于是他派士兵进攻赵国。可在关键的时候，有一个人不顾危险救了赵国。咦，这个人是谁呢？哈哈，小朋友们快和青蛙老师一起去认识一下他吧。原来呀，他就是魏国大王的弟弟，信陵君。别看信陵君是个贵族，他做起事情来可一点架子都没有，还十分的友善，乐于助人。据说信陵君曾经听说有一个叫侯嬴的老人，他过得十分贫困，从来不接受别人送来的财物。信陵君认为侯嬴是一个高尚的人，于是亲自驾着马车邀请他来参加宴会。但侯嬴却说，我想先去看望一下朋友，你能不能顺路载我过去啊？如果其他的贵族听到这一句话，一定会非常生气，但信陵君却恭恭敬敬地回答道，当然可以，请您上车吧。就这样，信陵君带着侯嬴来到了朋友家，又在这里耐心地等待侯嬴，直到晚上他们才来到宴会的地点。即便是在坐满了大臣和贵族的酒席上，信陵君也会单独向侯嬴敬酒，表示自己对他的尊敬。因为这一次经历，人们都明白了信陵君是一个非常贤能的人，所以侯嬴和许多人纷纷成为了他的门客。这些人帮助他出主意办事情，使信陵君和整个魏国都变得非常厉害。但与此同时，在魏国旁边的赵国却大难临头了。原来强大的秦国趁着赵国衰弱的时候来攻打赵国的人和秦国打了很久，牺牲了非常多的人，马上就要抵挡不住了，他们只好去向魏王请求帮助。赵国人说，救命啊，救命啊，魏王快去救救我们吧。魏王正在想要不要帮忙的时候，秦王的警告又传来了。秦王说，你可不要多管闲事哦，要不然我不会放过你的。哎，魏王听了这一些话害怕极了，他不仅不敢派士兵去帮助赵国，还拉住那些原本想去救赵国的人，命令他们不许离开。但信陵君和哥哥不同，他心地非常善良，不忍心看到赵国的百姓被秦国欺负，所以一遍又一遍地劝说魏王。可是魏王已经被吓破了胆，根本听不进他的话。这可怎么办呀？信陵君就想，我偷偷地调动军队，但是将军们却不听他的命令，因为他缺少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虎符。这个虎符一共有两半，一半由大将军拿着，另一半在大王的手里。将军们只有在收到另一半虎符的时候才会听从命令，否则就算是有100个信陵君站在大将军面前，也不能够调动军队。这下信陵君可没了办法，他只好和门客组成一支小队，希望用这些人去帮助赵国。但在这个时候，曾经受到信陵君尊敬的侯嬴却站出来阻止他，因为这样的做法就像是用一块肥肉去打老虎，不仅救不了人，还会牺牲了自己。为了报答信陵君对自己的尊重，侯嬴冒着被魏王惩罚的危险，建议他请魏王宠爱的妃子如姬来帮忙偷出虎符，调动军队，然后再去救人。
在当时，偷窃虎符是非常重大的罪行，被发现后会受到很严厉的惩罚。如果是别人，根本不敢做这样的事。但信陵君想了想，坚定地说：我宁愿自己被大王惩罚，也不希望赵国受到伤害。不过偷虎符会让如姬也面临危险，他可能不愿意帮助我们。然而如姬听到这个消息后，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原来如姬的父亲曾经被别人杀害，是信陵君发现了凶手，为如姬报仇。他一直想报答信陵君，所以宁愿冒着危险来帮助他。不过虎符这么重要的东西，要怎么把它偷出来呢？如姬正在为这件事情伤脑筋的时候，就听到魏王突然喊道：如姬，快拿酒来，我要喝酒。这可真是难得的好机会，因为魏王是个大酒鬼，只要喝酒就会喝到烂醉。于是如姬拿出很多美酒请魏王喝，果然魏王当天晚上就醉得迷迷糊糊。如姬趁机拿到了虎符交给信陵君。不久后，信陵君就指挥着一支庞大的军队浩浩荡荡地去救赵国了。这个时候秦国的士兵进攻了赵国已经很久很久，变得非常的疲惫。信陵君来到这里，使用了一招前后夹击的战术，一下子把秦国打得落花流水，只能够灰溜溜地逃走了。赵国终于得救了，人们都非常感谢信陵君的帮助，把他的事迹传遍了各地。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在称赞他的善良和勇敢。大家看，信陵君一直十分关心别人，所以在关键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来帮助他，而他得到这些帮助，最终做成了更大更好的事情，也让他始终被人们铭记。所以我们也要像信陵君一样友善恭敬，乐于助人。好了，信陵君窃符救赵，对抗秦国的故事讲完了。下一期我们再去认识一个叫荆轲的人，看一看他是怎么对付秦王的吧。我们下期再见喽。